这里是台南的竹溪，看一下。很漂亮啊，好漂亮。走到下面去看一下，哇，好棒啊！这水流很强哎。很棒，这人工瀑布真的太棒了，把它放两倍大。好棒啊。再把它放大，放十倍大，就是十倍大。滚滚流水啊，这是雨水。滚滚的雨水从山上流下来，好棒啊！哇，那边站着一只白鹭鸶，它在那边准备觅食，它在那边觅食，有没有看到？白鹭鸶。哦，他在觅食。哦，两只哎，这边也有一只，旁边也有一只，把它稍微缩小一点。再缩小一点，旁边也有一只，再缩小一点。两只在觅食，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两只在那边觅食，好，两倍大。两只白鹭鸶在那边觅食，太棒了。哇，很漂亮耶，那个人工瀑布很漂亮。哇，那个白鹭鸶在觅食。这个是月见桥，把它缩小一半，这是1:1的月见桥。
再缩小一半好了，这是一比一的，不是0.5倍的，缩小一半的，这样才看得到全景。好，1:1。1:1哈，这是原来距离的1:1，那个白鹭鸶哈几乎看不见了，一点点的白点这样子，两倍大才看得到，三倍大，要放大一点。缩小一点，好，两倍大，哇，白鹭鸶在空中飞啊，白鹭鸶啊，还有那个鸽子，那是鸽子吗？也在空中飞。现在空中有很多很多鸟啊，很多种，在空中飞啊。好漂亮啊。这是大林国，不是，这是那个竹溪的那个社区啊，旁边是社区。好，缩小一倍。大林新城，前面那个是大林新村，就是原来大林建村改建的。两倍大，好，先到这里。